天气愈来愈冷，为着要好着西民众感受着温暖，平常时热心公益的济济团体，即阵嘛伫婚姻观乌麻园社乡发展协会发起之下，捐了20领的棉被甲100条围巾，要给北港镇福建青年协会。协会总干事表示，因接受社会资源有限，即次各界侪伫响应爱心做弱势行动，伊嘛特别带来精彩的表演来表示感谢。为了要帮助社会弱势老人，即次婚姻观乌麻园社乡发展协会发起一个爱心棉被甲围巾的捐助行动，希望行动不便的朋友甲弱势老人。请我收，教我收。目的就是汇集资源吼，推动讲吼，和咱这个跩老时代的吼，大家吼会当平安过年。天气冷啊吼，自做了小心面吼，面皮吼，互因教收。为了要感谢各界热心关注，北港镇福建青年协会弱势老人特别带来精彩歌舞表演，希望大家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来活动筋骨，并且甲议会来宾来同乐。我再阮倒来，真欢喜的。我今日因送你面皮，你有啥话要甲伊讲的无？啊，多谢谢啊，感恩啦。感觉真欢喜，真欢喜吼。哎，多谢你。啊，多谢啊。哎，今日非常感谢吼，咱印尼县乌马眼哦发展协会捐赠咱的面皮加咱这个围巾吼。哦，咱跩弱势家庭，以及咱跩心心障碍者，以及咱的长辈吼，会当得到遮哩寒冷的冬天吼，会得到遮哩温暖的这个棉被啊。政府单位的资源有限，好咧，加在即阵热心公益的团体的帮助，和北港镇福建青年协会真感谢。啊，咱乌马县一多年来吼，一多年来一直伫咧帮忙咱协会哦，这两三年来，不管是一轮椅。哦，咱的辅具器材，因拢不断伫咧甲咱帮忙安尼吼，直接只非常感谢咱乌马人全体吼，咱李干事率领所有即、這个咱李处长率领所有李干事吼，会当来捐赠即个物资安尼，非常感谢。年关将到，天气是愈来愈冷，乌马园社乡发展协会捐赠的棉被甲围巾等爱心物资，非常的效用，相信有各界的关心，弱势老人的心中真温暖。记者范荣坤采访报道。